如果有人担心中华民国会被消灭掉的话，恐怕要多关心一下国民党的那一张不分区立委的名单。说到英德配啊，昨天有人说赖清德院长脸僵掉了，然后说你们没有同心，像韩国瑜就说你们的台独立场是一致的吗？这是假慈心还是派系的妥协？昨天我在演讲里面还是在记者会都讲得很清楚，显然他都没有听得懂。民进党是一个民主而且是进步的政党，我们有竞争，但是竞争是我们往前走进步的动力啊。那我们会团结，那尤其在这个当下国家最需要团结的时候，我们更加的团结。那民进党现在我们都已经整队完毕，我们要开始在选战的最后阶段开始冲刺了。那台独的这个立场，英德配的立场？我做总统已经做三年多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的立场很清楚啊，中华民国也没有消灭掉啊，也没有消失掉啊，昨天的演讲都讲了。那我也讲过，中华民国台湾现在台湾的最大的共识嘛，好，那如果有人担心中华民国会被消灭掉的话，恐怕要多关心一下国民党的那一张不分区立委的名单。